大家好，今天呢，因为是沃鲁达的生日，我们呢就给他办了一个生日 party， 然后，同样的内容，托托也做了一个蛋糕给沃鲁达，他喜欢的动漫的人也插在上面，跟我们过了一个生日。然后呢，正好后天吧是中国的春节，我们呢正好就趁这个机会呢，在这里拍个视频跟大家。祝一个大家的新年快乐。去年我上传了很多的视频，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反应和反馈吧。上传视频里面有很多对我很多帮助的留言，我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从中学到非常多。希望在新的一年，我也能够拍更多好多视频跟大家分享。沃鲁达今年是四岁，六是三岁，时间过得非常快。明年一整年，如果说沃鲁达我在五岁、六、四岁的话。也许我们会更轻松一点，现在好像不是很轻松的样子。这次我们去泰国就是这样，就是从头到尾我们就花好多的精力去坐飞机啊什么，我们几乎是一个晚上都没睡，就带他们回来。好吧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春节快乐，希望大家明年能给我们多多的支持和帮助啊！谢谢大家 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 大家春节快乐。我的、春节快乐！等一下，春节快乐！我的母亲，春节快乐！我一个，我的母亲，六月份，春节快乐！春节快乐！好，那我们这个视频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お正月。Good night。何時に？あ、来ない。もう。もう8分割と。もう。どうどう。見えなか頭はみ切れてる。うん。いい。どう。You sit over here. And I'll sit over there. どう。Sit back there. これ何？好像。好，那我拍了两个视频。今年呢，我们拍了很多的视频，每个视频都得到大家非常多的反应和非常多的留言给我们，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我在大家的留言中呢，也得到了真的得到很多的启发。我自己本身呢，大概性格也是比较任性的性格吧，很多事情做的有时候做的比较极端的事情，极端的话呢，很多网友都会给我提出来。你有一只猫。能不能不说话？爸爸在这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再说。爱一个，爱的。我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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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唱。你再唱，再唱，唱唱。